我特别要谢谢台湾的工艺大师们，因为各位有这样的才华，又用一辈子的深入坚持，才能产生这么样傲世传世，又可以傲全世界看到台湾的了不起。我以行政机关全国最高行政首长颁这个奖，不是我了不起，我特别，只是我觉得早就该用国家的力量来让公益大师们的了不起让国人从中学习，并以此为荣，然后自我的那个了不起就会提升，然后才会爱这个地方，爱这个国家，才会愿意守护这个国家，也愿意守护一个国家肯让大师们有这样的环境，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地方。继续冲，继续拼，国家继续向前进。